你的每一步都有圣光指引。去的错改写了，我的力量从来都没有消失。过去的错改写了。前来报道。
最伟大的发明——藏宝库。真正的力量源自于内心。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
推翻旧主人的时候到了。他的统治到此为止。圣光，是你我的耐心吧。我讲话真实在，伤到他。
其实没那么重。 请问能收拾一下吗？
你的每一步都有圣光指引。我们谋划已久，现在要行动了。请问能收拾一下吗？过去的错误，为人救主人的时候到了。
我无法控制他。别光站着，毁了他们。天知道我们会发现什么秘密，沉溺在悲伤中吧。样本似乎很完美。